好，除了手机之外，吃冰也能够看个性，您相信吗？这是美国嗅觉与味觉治疗研究基金会的调查，发现如果您是爱吃香草口味的人呢，个性比较冲动，耳根子也比较软；而如果是爱吃巧克力冰淇淋，则是活泼开朗，但是也比较容易受到诱惑跟上当。而真是如此吗？我们也问到了医生的看法。12月进入冬天季节，不过太阳偶尔出来露脸，天气回温，吃冰是不错选择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吃冰也能看出个性。吃你的香草冰淇淋，想你也喜欢。美国嗅觉与味觉治疗研究基金会发现，喜欢吃香草口味的冰淇淋，个性比较耳根子软。我是感觉还蛮好被说服的。对，有准。有点准。有准吗？我觉得其实说应该没有说很准。另外还有喜欢吃巧克力的人，报道指出个性比较活泼开朗，或是爱言，不过也容易上当受骗。吃巧克力的感觉通常就会怎么样？但是小朋友可能是喜欢他那个重口味，那这小朋友本身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，或者冒险，好奇心比较重这样的。巧克力是畅销冰品，另外喜欢薄荷巧克力的人，报道指出也比较节俭，做事比较谨慎。还有如果喜欢巧克力碎片，你可能是个大方上进的人。国外的研究，台湾医师表示，喜欢的口味要回推个性，是要综合多种因素，并非一定是个性单一原因造成。国外研究参考就好。记者张卓如、许中颖，台北报道。